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家具的设计跟开发一直以来主要的主轴都围绕在解决家里常常发生的事情，而这张楼梯椅就是因应换电灯的需求所开发而成的。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一个经验，在换电灯的时候，因为电灯的高度比较高，需要有一个稳定可支撑的椅子可以站立去换灯泡，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一款非常牢固稳固的楼梯椅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这张楼梯椅的坐高呢，总共是75公分高，75公分高加上一般正常人的体型，其实换灯泡的高度其实是绰绰有余的。75公分高的椅子还可以做什么呢？还可以放在吧台，当成是在吧台用的。吧台椅这张椅子最主要的重点在于它稳不稳固，毕竟我们人是要站在上面的。现在就由小编直接实测给大家看，它到底稳不稳吧。以小编这么大的身形站在上面，其实都还是非常的稳固，所以大家在踩楼梯椅的时候都不用担心哦。如果家里有吧台椅的需求，偶尔又需要换电灯的话，可以考虑我们这张楼梯椅哦。我们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见面咯，大家拜拜。